就是你们听我的哈，就多注意一下他们，因为他们都演领那个演出费的，不是为了这个了。就是说我们听的时候，那个主旋律哦，其实不太需要去注意他们，倒是那些哦，他们偶尔都会有主旋律，或者说在做和声的时候也很重要。那你把它用起来，就会变成一个立体的感觉，这样可不可以吗？好，那么我们来听这一首《天空之城》，一开始是由一个年轻的小孩子。我不是说我啦，那个他就是用吹这首曲子在赶鸽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到底有没有看过？有啊，有。那有一点那个，好，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，一开始就是独奏，谢谢。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叫做《龙猫组曲》，那这首歌你如果会跟我们打拍子的话，就表示你的功力不错。
你不太好拍。那如果有人乱拍，也要给他这样，这样啊，那两个名额哈，谢谢龙猫。